就因为台湾是自由身，但是又碰到了这一波疫情又起来了，所以现在台湾是不是也面临一个危机，就世界各国又想来瓜分这个自由身的成绩了？现在全世界各国都想要把晶片的主控权拉回自己的一个手上，但这个不是一时半刻，最快也要五年，但这五年当中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大厂，例如说像我们的台积电、我们的联电、我们的力积电，现在扩厂计划都已经做好了，也就是说全世界现在各国摩拳擦掌他要开厂，但我们台湾跟你说，我们只要能够克服电的问题，我们只要能够克服水的问题，我们厂已经 stand by 了。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未来我们台湾的华邦电高雄已经盖好了，然后这次呢南科他特别说了他们说他们要在台北新北市的泰山他也要盖一座，全世界目光在台湾。现在谈日本，今天最近报的一个消息，那目前到底是真是假，大家都还在确定当中。日本产经省出手，为什么出手呢？他说拜托拜托拜托台积电跟我们索尼哦，索尼一起来合作，要合作这个厂。然后呢，他们丢出来的诱因还挺惊人的哦。什么诱因？他们丢出了非常高额的一个补贴，然后总额哦，我看到这个数字我吓一跳了。多少？为什么呢？因为你建45纳米到90纳米，居然下了重本2600亿哦。哇！那为什么会这么急呢？我认为一哥担心了。一哥担心了。全世界的一哥叫索尼，这个在做什么呢？各位都知道，很多人家里面客厅一定要摆一台日本的电视，那通常常常是Sony的。为什么你知道吗？为什么？日本他们特别在影像处理这一块真的厉害。那是真的厉害。对。所以在整个影像处理当中，影像处理不是只有电视哦，手机要不要用？要。也要嘛。摄录像头要不要用？要。也要用嘛。对。下一个世代最重要的是什么？叫电动车。电动车一台车从前面、旁边到后面。现在360度的连上面都有哦，环绕通通都是影像。那现在影像一哥是谁呢？是索尼。索尼。但是索尼现在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二哥跟老三沿路都在追，三星一路追，一哥他现在很担心的就是，他现在全部的重点都在哪边，你知道吗？三星他可以自己做，三星有一部分台湾做，可是索尼几乎有80%在台湾做。所以他担不担心？目前这个影像感测晶片的这个叫 CMOS 系统，CMOS 系统哦，从小到大很多人都在用，很多人一定都有过视讯嘛。最近不是在疫情，你在疫情是不是都在家里面远端开会，对不对？对，远端开会，你出现那个人头上面那个镜头转接回去后面那块晶片，就叫做 CMOS 晶片。那 CMOS 晶片为什么重要呢？从手机、汽车一直到镜头，通通都要。目前一哥是日本索尼，市占率大概接近50%。哇！二哥是韩国三星，目前市占率大概30%。三哥是谁呢？三哥是台湾国巨集团的同心店。本来三哥是欧洲公司，可是我们同心店在这一两年，他也做合并，他把该买的全部买，然后买下来之后自己整合。所以目前同心店大概全世界占10%到13%。但同心店他要扩厂，还要扩厂，三星也要扩厂。Sony 没得扩厂啊！哎，老大哥反而没得扩厂。老大哥现在他全世界都有地，他整个钱也有，人也有，就是没有厂。那没有厂怎么办？找台积嘛。所以如果这个到时候确定的话，台积电现在真的是成为世界的台积电了。他要往日本去了嘛？那未来是什么呢？这个叫做影像感测大战。那这波为什么会这么急呢？原因就在文在寅啊。那最近这篇文章我觉得写非常非常好，他说什么呢？他说文在寅最近在走钢索。对，那为什么走钢索呢？韩国四大商社三星、SK 海力士、LG 等等，现在决定怎么样呢？改方向。改方向。过去重压中国嘛，那重压中国有没有赚大钱？有。有。我们要讲实在话，真的赚大钱。可是这一波重压中国之后，美国这一两年跟整个韩国之间关系不好，这是其一。第二个，目前韩国80%的民调反中啊，所以怎么办呢？文在寅其实来到这地方已经没路通行啊，他现在一定要选边站啊。那这次选边站哦，想不到拜登又开了一条新路给他，让韩国他的力道更大。哦，什么路？过去有一个叫做美韩导弹指南哦，这个美韩导弹指南呢，现在废除完之后，韩国他自己有所谓的飞弹发射权了。过去飞弹发射权在美国手中哦，那现在他自己有飞弹发射权，也就是说，现在呢，过去是一手从商，一手从政嘛。那政的部分的话，包括什么呢？包括选票，包括了国防，这个都是
现在两只手都要举起来，都要撞了。所以南韩现在制作飞弹，它也很能，也有自己的一个能力哦。但中国来到这地方哦，很尴尬。哦，怎么说呢？中国不是跟日本吵翻了吗？对呀。中国跟台湾也吵翻啦。那是一定。跟菲律宾也吵翻了，跟越南也吵翻了。所以现在中国严格来说，它出门右边只剩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叫南韩，南韩啊，对，那南韩现在一定要选边站嘛？为什么呢？政治上，目前韩国80%民调反中嘛，经济上四大商社过去倾向中国，现在要倾向美国，对，他选边站，中国很生气，中国不敢讲，中国说请韩国好好的思考哦，所以他们是很理智的。那为什么呢？如果我的右边哇，通通都没有朋友，对，只剩一个要钱的小朋友叫北韩呐、啊，那怎么办呢？对，可是这波半导体真的重要，为什么真的重要呢？我们用三个法案来跟各位做说明。最近拜登不是在那边哀叫吗？为什么呢？国内基建2兆2500亿，参议员说不能那么多，1兆7000亿，还在谈哦，还在谈，可是有两个法案加钱。哦，哪两个法案呢、啊？第一个法案叫无边疆法案。无边疆法案一开始提出来1000亿美金。他说：“哎呀，这千亿不高啦，加到1100亿， okay. 最近又加钱了。”这个是苏莫哈，这个是参议院当中的多数党领袖苏莫，他就说：“拜登大人，拜登总统，我们晶圆代工法呢，我们一口气从500亿加到520亿美金，对，换算下来的话是1兆4500亿的一个台币。我们说要让美国更强大，一口气来开始做厂。”一口气就要开10座厂，所以美国现在很多人都在想说，如果未来5年，让他美国开出10座厂，对，那些老厂、那些旧厂、那些6寸的，通通都要挖洞把自己埋起来，哎，这可是很严重，哎，对。那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美国这个时候他也担心呐、啊，美国需要全世界的晶片需要多少呢？需要6成，6成。可是他们自己有办法供应自己多少？你知道吗？1成5。哦，所以这个空距是很大的，对。可是。空军这么大，现在有人更担心，为什么呢？这一两天世界半导体世界十大强权出来了、美国占5家，韩国占2家，台湾占2家，日本占1家。你有没有发现问题来了？什么问题呢？韩国、欧洲1家都没有啊！哎、欸，对呀、啊，欧洲不见了。欧洲过去是所谓的科技强权哦。欧洲过去的英飞凌啊、恩智浦啊，那个可是科技强权哦。对。现在欧洲1家都没有、欸，哎，到边边去玩沙了。美国它占了5家，韩国包括了 SK 海力士跟三星占2家，台湾台积电、联发科占2家，日本呢索尼占1家。所以现在大家势力都均衡好，对不对？对。然后欧洲人现在急呀、啊。当然急呀、啊。急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为什么呢？欧洲很多事要欧洲议会来通过、可是美国说你急，我比你更急呀、啊，为什么呢？美国人更急，为什么？美国不是占5家吗？是啊，美国占5家，第一家叫 Intel， Intel 是给台积电给打趴的、哦，对耶，剩下4家，包括了高通、辉达、NVIDIA， 包括 AMD，包括博通，谁帮他代工？这里面，8×8找台积电做代工，所以呢，包括了辉达，包括 AMD， 把 Intel 打到在地上爬，对不对？对。他那5家，严格来说，跟台湾的相关系数接近80%。所以为什么美国政府要拼4兆2500亿来做设厂？为什么遇到法案，他们都说加钱、加钱、再加钱？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现在全部的半导体都看台湾的脸色，真的，各国都希望他们能够独立，但。真的有办法独立吗？